你们憋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想要赞美你们的好朋友，想要赞美你们的子弟，想要赞美你们的老公、你们的老婆。待会十五分钟，你们尽量把你们的爱，把你们感觉的良好，通通告诉他，好吗？好。很热闹，很圆满，上半场，哎，真的是要想不到的顺利。时间整个掌控得很好，那我想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尝试呢，因缘际会也是由你们能够这么的棒。那我想借由这个短短的时间，做一点回馈哦。这整个年度来，也可以说这几年来，那肖老师我在举办所有的一个音乐盛会的时候，当然借助了所有的嘉宾、好朋友、家人，你们的支持。的陪伴一路过来，让我们堆积了很多好丰富、好丰富、好美好的回忆。那也让我们的学员一次一次缔造出一次一次的不可能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那现在我在此呢，以我个人的一个心意，我要邀约来那个红色的看板，谢谢。今天呢？第一次结合了两个社大五个班级，还有我 Our Jazz 的一些小朋友大朋友，那我们做这样子的一次的联欢音乐盛会。然后我想请几个代表上来领奖，因为我们这次的展演者有92位。好，那92位一个一个上来，我想光是颁奖可能就要一个小时了，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。那现在我想请我们7月25在福州工学社的音乐厅打出了第一场的响乐主意，有出席的请举手。工学社这一场，这么多吗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这是今年的第二场的响乐主意。往后在我的一个推送，爱乐也好，好，那教学也好，我们的目标、我们的宗旨、我们的理想就是什么？玩乐享乐。希望你们借由我们的玩乐享乐，你们玩乐享乐，你们说好吗？好。好，那现在我要邀请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做代表。7月25这一场音乐盛会呢，我想邀请李彩嘉上台。快乐班口琴快乐班，新庄社大的口琴长笛快乐班，萨克斯快乐班，黑管快乐班，哦，这么多班级，我一个社大邀请一个班长来代替领奖。那麻烦我们新庄社大这个跨越三班，不是他不会有第二人选，你们说是谁？好，我们邀请我们的钟明华先生。再次的出一个未来我看到他响叮当的一号人物，他是从国标舞那边转过来萨克斯班的，又年轻又漂亮，唱歌唱得倍儿棒的，我们的萨克斯快乐班的唐淑燕班长。紧接下来这几年呢，这几年我在推动这个爱乐的路上一路陪伴我，如果跟我小熟的话，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老女儿是谁？老女儿，小宝贝简慧秀，我今天要颁给她最佳奉献奖。还少一位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位呢？这个小幼稚园升小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始跟我学钢琴。然后一路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也不到20年，那如今他已经长这么大了。那后来呢，我一场场的音乐会借由他，然后也是我们 Our Jazz 公认气质最好的美少女，我要颁给他最佳主持人奖廖千瑜。好，台下的大家都是玩音乐爱音乐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需要你们即兴的给我伴奏那个颁奖典礼的音乐，当当当当当。
二三，美少女。疯狂的喝水，洗手间，然后麻烦13分钟的时候。